自己或者共同的了解和理解。那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卢安角、唐三马，在这个严肃的定义之下，等一下我会进行轻松的对话。麻烦你我装正气，做高木呢。真正你认真看，那个36官将都栩栩如生，在清代能够有这么精彩的版科，不容易，是不是？特别感恩，特别感恩，大家都为情所困，就是为疫情所困，那不得相见。那么这个心里面的是很想念陈老师以及台湾的很多学术界的朋友。所以我本来呢有请朋友写一幅字，也跟您一样，临走的时候因为太长了就没带来。这幅字上面写的是白居易的一句诗，叫做“老来多健忘，唯不忘相思”，一直记着你啊，还有记得，然后又见到很多好朋友。在面对面的时候，可以发自赤诚的进行真心的交流。那么不管话题能不能面面俱到，但是我觉得两岸学者的心意相通，一定可以在面对面的交流的情况底下，把各自的心意和共同的想法，在透过对谈，透过交流，让彼此更加了解。